今天的节目也不白录，也收了好多好东西。这是哪块的特产呢？这德云社的特产。以后我们俩进去别忘了拿那东西。对，没有可能直接就进去了。王青老师能给咱俩拿？对，我可以给咱拿什么东西啊？在哪儿呢？这儿。一个鸡，哦、一个。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不是有我的吗？对，牛肉。牛肉干啊！啊、嗯！都，你们俩到底是哪儿的？不是一个地方的吧？不是，我是大连的。他大连的。大连。我四川的。四川。嗯。但是你俩唱的都不是自己家乡的那个。他唱的是，我唱的不是。怪啊！你为什么不唱自己家乡的？因为当时就是方言嘛，然后就说唱方言，然后我正好就唱这个歌。你有学过吗？还是说本来就是喜欢唱粤语，唱的多了就自然就熟了？有一个广东朋友教过我。但是我呢，唱的反正穿越版的吧。啊。穿越版的，不标准。穿越版就跟我们说话似的，都带着普通话。穿越版的。我都感觉好好奇呀、啊。嗯。好奇，好奇所有东西。好奇什么呀？所有东西。好奇所有东西。你就，啊？好奇所有东西。这个我们俩，我现在还可以上去吗？啊、我想知道他是在这坐在那说啥呢？去吧，我也去。嗯，我也去。哎，你俩能不能坐一个？我俩坐一个。对，你俩坐一个，我坐一个。嗯，我坐中间、啊。对，你坐中间，没别人了，咱们坐一坐。那越冷最漂亮的。越冷最漂亮。为什么他们又说爸爸？爸是你是月亮，爸爸是我。啊。嗯，他是月亮。你们不用啊，不用，你们不用跟这个称呼了，你们不用。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。正经一点吧，你帮我念到广告吧。对，今天我的职称就是吉祥物跟广告员。哪一段？哎，用你这个，你粤语什么都能念。四川话吧。四川话也好，四川话再念。嗯，他今天跟我有仇吗？这个红色的这个摔坏了，我的妈呀！他哪儿坏了？那怎么亮的？我这怎么亮不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没电了吗？有电的。嗯，念这个吧，因为王还是咱们最大的广告商。嗯。哎，四川话。哦，直接念这儿是吧？对，你就按照、啊，你看着这个普通话的字，然后你按照你四川话这个口语习惯念。你终于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念那个打个广告。嗯，好。四川话版本的，早上喝一瓶，精神一辈子。本来不油，喝了就不方的。娃哈哈营养快线独家冠名播出。对，你能背下来吗？不能。你能背下来的话，你念一段更好，你知道吗？不能。你可以加钱，但是我去要求加钱，直接打我账户里。嗯，那广告都是我打的。这个他们能在哪儿看到呀？也在那个推荐上面可以看到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对，这直播的，这现在已经都播出去了，他们都能看到。你看，一有嘉宾来就有车，你知道吧？哦。对，真的全是标的。那你用大连话打？对，大连话打个招呼吧，就给打个广告。第一条。这是要不要转过来？第一条娃哈哈吗？对。娃哈哈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月亮，然后接下来我用大连话给你们播报一下。前面都会掐掉的，就直接播广告就好。前面都会掐掉。这好尴尬呀，扎心啊！早上喝一瓶。精神一辈子，本栏目由喝了就补方的娃哈哈营养快线独家冠名播出。怎么和那普通话还是有点像啊？对，你怎么又差不多？早上喝一瓶精神，你跟我念。听听人家的。嗯。早上喝一瓶。早上喝一瓶。精神一辈子。精神一辈子。本栏目由喝了就补方的娃哈哈营养快线独家冠名播出。你能分两段吗？你能分两段吗？本栏目由活了就不放的娃哈哈营养快线独家冠名播出。你那个味怎么那么奇怪？味儿怎么那么重啊？那不是说四川吗？本栏目由活了。本栏目由就不放的。就不放的。娃哈哈。娃哈哈。哎，娃哈哈是一样的。营养快线。独家冠名播出。独家冠名播出。是的。哦。这个是这个。好帅的。土豪，你看见我吗？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蝙蝠车，是吧？还有个蝙蝠车呢，有什么用吗？那一种象征啊。观众列表是咱们多人各十百千十五万，
唱歌有调，正经有道。可以了，我在这播五个小时了。确定你们播太久了？我累懵了，你看。那你们今天比我们主播都累。啊？今天你们比我们主播都累。你们主播，是每天都会在屏幕。对，就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给你唱什么歌曲？就这种。怎么？哦，他开始唱了。对。我饮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，酒香醉。啊，谁在给我打广告？哦，不是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他们都爱你一万年，我呢？这是秦笑，月亮评论月亮哦，我看到了。月亮在哪？哎，我们家的人来了，我就说我们家怎么没人啊？这个会有的，会肯定有啊，没有。有喊话的跟有人喊喊话呀，好丢啊！这是我的。独家墨镜啊，戴上来啊！这个墨镜有点不好使啊，这。哎呦，墨镜来了。啊！完了，他从哪儿开的？好，我一会儿就有个小时。还没录完。世界另类的梦魇，红前面是一盏烟，走进房间醒来。当年养云影。记不住歌词怎么办？待会儿你要唱的。眼中我泪两行，多年为君力统天下，戎马把名扬。为什么没有喊话？么么哒，虽然我在这个上面看上去脸有点大，但是我是不上镜类型啊。其实我脸很小的。再来一个。大家喊到哪儿了？多年为君。我把重头戏留给你们。这是我们家的。你俩不要在这唱了，一会儿要进去唱的。你在这都唱完了，里边听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一定要认真。这不是没记谱吗？你怎么能忘了？我记得住，只是他这个半字红的那个不一样。啊。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唱。那大老师那好像还有通关的，还有可以过关的这个名额。完了，我就挂着头发上了。你家公爵好多啊！哎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！Let's go！ 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好了，不对，你好会演啊你！等一会儿别进了，等我 cue 你俩进哦。这个礼物是您帮我拿出去，还是我们自己拿？我们自己拿吧。我来。你们两个就主要是注意表演，这种东西我来拿啊。然后那个就拿一箱就行了，那个是给你的。那个鸡，哦，这么好，这里边是什么呀？熏的鸡。哇、哦，谢谢、嗯。可哎，算了，我有牛肉干够了。这给大张伟，这给郭麒麟，怎么样？他们俩还在。哪个都行。那这是。我来分吧，你俩别管了。行。对，我其实我们够了，这给郭麒麟，这给大张伟，我给你俩分。谢谢。稍等一下。啊、这你别碰这门啊，门把手让我弄坏了。你我进去，我坐在这边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后面。对，我懂，你坐在这边，刚开始进你坐在这边，我坐在这边。嗯。然后我坐在这边，换妹子吧，是吧？嗯。我想尿尿。你刚开始怎么说的呢？不是，不记得，什么啥都不记得。老师好。你好，弄完之后呢？弄完之后呢？还没完之后，哇塞，这都还没结束，光着身，背上都是。我腿上好多的疤，都是刚才今天给出来了。行，来来来，好的，来，咱们压轴的。没有，还有俩，就是俩人一块压轴。哦，俩一块压轴。咱俩进去吧。你在外边等一下，他们俩来。啊。哎，老师你好。好，哎，大老师，郭老师，他们俩带着这个自己这个礼物来的，带什么礼物了？哎呦喂，这东西好也不好吃吧？应该，是不好吃，牛肉干大补鸡，大老师那您呢？这是您的，哎呦，谢谢您，哇，太好了，这是个什么？四川手撕牛肉，风味五香牛肉，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吃了吧，反正也饿了。这个，这是来之前我跟所有选手说，我说你们来别空手来，对不对？
你怎么那么社会呢？就是、啊、这种坏事都让我再说，这还得花钱，你直接给我们钱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真的这种坏事全让我干了，比如东西全是你们得了，不送东西还不办事了。你看见没有？男神来了，人家一来之后这么多打听的，鲤鱼跃上登场，我们女神也来了，我们女神是那个虎牙贝是吧？虎牙贝贝，来，二位请坐，来，请坐，来，坐。你们两个今天来这儿办的是想办什么事儿啊？是办这个证儿，是先叫他俩办证儿来了。对啊，没事。哎，李月亮，你怎么那么火呀？为什么？他们都喜欢你什么呀？喜欢我。帅。嗯，他辛苦。别落东西啊！你落我们家就是我的了。嗯。来、哎，把你东西都拿来，走。行，好嘞。嗯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快点！好嘞。我着急下班。嗯。辛苦。回去好好休息啊！好嘞，拜拜。哎，我的妈呀，累死了！我这到这儿吧，对，马上送走最后一组，累死了。其实这个节目最好的就是，我觉得最好的形式就是，因为它把所有各地的方言，因为语言它这个东西一直是传承下来，它不像文字，可能文字会比较刻板一点，语言的话会更接人气，它会把你那个各地的文化呀传承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好的就是它能够把文化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各种不同的文化集中在一个地方，然后用歌曲来表达出来。哇，真的好棒！今天接触了好多人，也学到好多好多不一样的话，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们也辛苦。这样吧，那个老师，您也歇会儿，我直接上大张伟那屋吧，咱也不用分这么多机器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我直接去大张伟那屋吧。那我去大张伟那屋了啊，我去直接去那屋，然后哎，我要开始我就不去了。哎，还好，其实挺开心的。悄悄告诉你们啊，明天有萨老师。周杰伦最棒，我最爱周杰伦，怎么回事？是周杰伦来了吗？所以说啊，这种节目一定要多看，因为第一它。可以真的可以学，一个是可以学的东西，它是以这种形式来展现给你的，这也是我之前在考虑的东西，也是现在就我感觉是为数不多的综艺吧，我认为它已经不太像综艺了，而是属于文化传承中的一环，而且有汪涵老师，有大张伟，就是这么有各文化特色的人在里面，超棒。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客厅吧，就充当一下主人，还挺紧张的，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好吧。明天就不会这么紧张了，明天要努力。对呀、啊，明天还有，然后明天就是时间也差不多吧，你们只要想看，随时打开都可以看到我。我不会喊麦，我不会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一直在争取任何机会。只要是能与你们有互动啊，有沟通就好，我都会珍惜去争取。好，我去看一眼啊，表演完了，我去看一眼。怎么给的咱们美女写那么多？六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人写六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人家帅气，戴着墨镜，这么沉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，你看有这么多人喜欢你们，感谢一下他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厉害！他们打那边六是那意思，就是他们懂得六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不是，人家就是说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特别棒的意思啊，是。然后所以说，哎呀，我今天算是你们粉丝见面会吧，对吧？因为你们平时都在家里头或者是自己的直播平台去做这个。这个美颜。啊，可没有美颜。但是你们真的漂亮，漂亮。对呀、啊。不需要美颜。对呀、啊，你们本身长得就励志啊。对。而且在不同的那个镜头里看见你们不同的样子。励志是啥意思？比较爱国吗？长得比较励志。励志没有。精致，精致，通过通过精致，精致，励志，励志。李连杰的老婆啊，对。好，哎，两位，然后。那今天这么着，不是个地名吗？你看这么多人打666，然后跟他们说两句话，让他们开心开心。我们唠唠嗑，因为他们对他们等你半天了。对，那都有谁在呀？这个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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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这个没有鼠标，对，因为你看我，对，有没有鼠标没键盘呢？没有鼠标没有键盘，你只能跟他们说。好奢。对，没有鼠标没有键盘，你们打不了字儿，只能是说话，他们都能听见。嗯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月亮宝宝。哦，是个宝宝啊、是个宝宝。我是虎牙贝贝，然后欢迎我们家的宝宝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。家长上在后边看，不是孩子干嘛呢？这是。这都有谁呀、啊？感谢大家的捧场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孩子送学的。刚才那个是方言，那个一个粤语，一个大连版本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是一个四川妹子，我是一个四川妹子，然后我喊的是那个粤语的。聊谁的？所以那个粤语是我一个朋友教我的。不太标准，穿越版的，差不多就可以穿。一个月亮宝宝，一个虎牙贝贝。我们俩怎么感觉好像咱俩儿童节目，对，有点多余。没错，走吧。好，客厅沙发啊，你们跟你们的朋友好好聊了哈。再聊会儿，不着急。然后因为你们来了，这么多人等你半天了，对吧？行，跟他们好好聊聊，我在外边等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行嘞，你们聊着啊，沙发走了。接着走了，对对，666，扎心啊。各位，老师。你沙发不舒服，你躺一下。是。是。哎呦我去。我咱这上班。哎呦喂，摊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么着了吧？差不多了，也是堵了，这也是。到时候咱们明儿见了哈。对，明儿见。明白。歇会儿，歇两分钟。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。哎呦，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走了，走。下班。来吧，李杰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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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